か。等陣有啲劇，你唔好喐住，你唔好喐住，你冷靜少少，你冷靜啲。冷靜啲聽我教，揸住，好冷靜。嗱，冇喐，我呢個扮你隻手，撳住啊！唔係錯，一定要上面撳住。呢隻手轉，誒順時針轉過去，係啱，跟住跳落攝住，啱。呢隻手冇喐，掹針，啱。得咗。我問緊你，即係熊整成點？你同我講佢切雞，我哋唔係整熊嘅咩？等等，呢個毛係真係勁似一隻雞嘅，真係冇一個頭，斬咗個頭之後，而家呢個狀態。如果你都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 IG 查询工作坊的详情，预约制作属于你的熊仔，又或者购买他们的材料包。一天可以整到多少个？听说要整好多个。一份熊仔就需要15件的毛毛件，这样一天如果精神状态好的话，顶多剪4份一个人。那如果精神状态不好呢？2份。一式材料包咧就會有一份手繪的說明書啦，然之後有我哋失眠花的工具啦，跟住毛毛布唔使講啦，然後有裝關節嘅鋭，跟住有反步鉗同埋棉花，仲有到時你可以自己揀色的手腳掌布，再加埋關節嘅石，就咁多。